牛的衣服干了，把它收了。这天不知道会不会下雨啊，每天都是这样阴沉沉，然后雨又下不下来，天气特别闷热。本地的话走了一天了啊，然后牛牛晚上的话还是有点想妈妈的，就是昨晚上哭得特别厉害，后面哄了半天才把他哄睡着啊，可能是哭累了吧。想到这些，其实心里还是不怎么舒服的，但是没办法吧，为了生活。等一下应该下雨了，这个垃圾，你们家人口多，这个垃圾也多。还好老爸有个三轮车，要不然的话。二嫂和小宝贝终于回来了，因为之前嘛，他们也是住在那个大嫂家，可能是方便点啊，离县城。啊，现在回家了啊，牛，你也当哥哥嘞，以后要像一个哥哥的样子。现在我们去看一下二妈还有弟弟啊，走吧。来，我们看弟弟哦。有，牛过去，来亲亲啊！妞妞，你现在有两个弟弟了，你要带好弟弟啊，特别要问你一个问题啊，以后两个弟弟打架你帮谁啊？我一人推一个啊。哦，一人推一个啊，牛牛真懂事。看着牛在看这个。这个好凶哦，这个好大哦，真的。还是抓吧，不能抓。牛牛，快把弟弟抱开。快把弟弟抱开。这是小臭牛。小臭，喜欢弟弟。喜欢弟弟。等弟弟满月了就带弟弟啊。不能欺负弟弟牛。好了，我们不影响二妈和弟弟休息了啊。走了牛，哎，抱紧宝宝。儿子，好好休息哈。看，把牛抱起走，这个真的是头牛。哎，看一下我的宝贝侄儿了，哇，睡得好香哦。小脸蛋了。好了，我们不打扰宝贝侄儿睡觉了。你是个大个蛋的。啊，一小个蛋儿。你睡醒，睡。你睡醒。我睡到过后才睡。你坐车去了，才能跳耍。哎呀，
哎呀，还跳啊！还跳啊！嗦，蹦蹦蹦蹦蹦蹦哦！